来到慈善，慈善文化故事馆这边买慈善便当，可以到火车厢里面用餐。哇，里面用餐座位坐得满满满啊！今天大年初六，台东跟花莲的温差差很多，花莲比较冷。这边有显示第一代饭包跟到第五代饭包的内容。一进来就有干妈店，可以买欧米亚给，还有卖饮料。这边就是找位置用餐区了。过年期间就只有这些可以选了。哦，排了20分钟的便当，买两个就只能便当再加一个卤茶香卤鸡腿啦。哦，小碗吃饭饭呀。因为刚刚那里很多人，我们在车上吃，哎，好吃的脚踢踢呀、啊！下雨天、啊，好棒啊！哈，下雨天呢、啊，等一下我们直接要去花莲呢、啊，哎，好棒哈、啊！哇，自己学大人拿便当啊！没有，是我拿，我知道你帮他拿辅助的，嗯，慢慢吃。现在要学着想学大人拿快快，好奇。好、oh.